请问这个挤的意思是什么？吴哲欣，你输了。吴哲欣拿出你的笔进来了。吴哲欣拿出你的低胸来，快点。现在来不及。有，他有，他今天有，他今天真的有。那你手出来一下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今天就要站中间。好歹是录戏的男女主角，是啊，有点多一点互动，然后让我们观众也可以多一点期待。萧敬腾，第一个女人，手的手呢？